好，我们大概五分钟之后开始，先田野调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今天 是跟 Google 的那个 Qualcomm 的 User Group 一起办。那然后又有一些要讲 Hadoop， 有一些又讲到云端的部分，所以我要先了解一下组成，不然我讲到很细，然后你会搞不清楚。所以先请问一下，各位有在用 Google Cooperative Phone 的，可以举手一下。算了，那你是因为有要 你原本有在用 Hadoop 的，可以举手一下。多很多。好，那我知道了。那另外调查一个，你们公司有在用就是 SurfFS 的，可以举手一下。CEPH， 好，没有听到，好，那就是听不懂，没关系。所以我今天不能解释太细节的部分。好，再休息一下，直播啊，直播我已经开了 ，link 我是已经贴到那个Facebook 上，这里，我也要帮忙选，可以选出去，然后。有没有人要帮忙测一下看到的是什么？啊，你要帮忙看啊！好，谢谢。好了，既然大家都进来了，我直接开场好了，我直接开始了。今天是 Google 的场，所以我就一律全部都用 Google 的 product， 用 Hangout， 用 YouTube， 还有用 Google 大尺做投影片，这样够卖面子。好，那今天主要介绍那个 HCFS、哦、可能有人说，我们不是在讲 HDFS 吗？那哪来又多一个新的 HCFS？ 然后去年年底我讲到这个东西，然后记者在引述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其实也没 get 到他的 point， 然后就说，Google 啊，然后 Azure 啊。都有在用 HCFS， 他会把它认定它是一个新的 file system， 但其实不是。HCFS 是一个集合，它就是包含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file system， 然后是跟 Hadoop compatible file system， 所以它是一个集合，就是其实是说有哪些 file system 跟 Hadoop 可以相容，这个叫 HCFS。那今天主要是要介绍这个部分。那为什么我会研究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比较偏 data grid， 早期有 grid computing 嘛，那 grid computing 里面有那个 data grid 跟那个 computational grid 部分，那我比较偏 data grid， 所以就很喜欢看 file system 的部分。那所以对这些 file system 比较不是那么陌生的。好，那just in case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叫 James， 然后我是那个 Hadoop User Group 的那个 co-founder， 我都不会说我是 founder， 因为 founder 是那个 Yahoo 的蔡奕凯，其实是他去注册的啦，只是那个拿着大声公的都是我，因为他要照顾小孩，所以他都没有在玩，都我在玩这样，所以我从2008大概就是在推 Hadoop 技术，然后主要都在 promote 一些 open source。那我比较偏向是 system administrator， 所以我是比较偏 ops 的部分。
developer 其实我还是最近都觉得我 Java 实在是写的不是很好，特别我身边有一堆 Java 8的高手的时候，我觉得哇，我 Java 真的又够弱。好，那稍微介绍一下 HCFS 是什么？好，那其实刚刚已经有稍微介绍一下 Hadoop。那如果你们因为刚刚也有些人在用 Hadoop，所以大致上先讲一下历史演进。然后这是第一代的 Hadoop，就是说从我大概是从0.118或19开始玩的吧。然后那时候 Hadoop 大概就分两块，就是有 HDFS 是 Storage Layer，然后 Computational Layer 就是我们现在会称之为叫 MapReduce Version One。那它大概就是会分成 Job Tracker 跟 Task Tracker。那我会讲这个有原因的，后面有埋梗，就是Version One 跟 Version Two 就是。MapReduce Version 2一样的架构的话，其实有很大的架构上的调整，那会造成 HCFS 一些相容性上面的问题啊。所以先让大家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我用的版本 Hadoop 版本，其实会影响到你后面 Hadoop Ecosystem 在用 HCFS 的时候的相容性啊。那这是一点多的版本。那二点多的版本的话，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变成一样的。那一样的话，其实它的想法上是不太一样，就是说它叫做 resource manager 跟 node manager。那 resource manager 它会做资料的，就是资源的排程，然后放到 node manager 去。那每个 application 是在 node manager 里面变成有一个类似容器的概念在那边，所以当初一样的目的是希望解决，就是说我 Hadoop 不只是只能跑 MapReduce job。我可以跑像 Spark，我可以跑以前传统 HPC 的部分，比如说我想要跑 MPI，可能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MPI 是什么，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它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在国网中心这样高速电脑中心的东西，那它其实就是给很多那种很传统跑什么流体力学啊，然后的老师在跑，然后他们就会用 MPI 在写程式哦。所以，如果当做一样的部分，也是因为在雅虎那边，他们觉得说，我架了很多台 Hadoop 的 class，那个 Hadoop 的 cluster，然后只能跑 MapReduce，有点太浪费。就是如果它有其他 application，它不能跑，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容器的精神跑出来。那其实后来也搭着就 Docker 出来嘛。那所以刚刚也有提到嘛，那个样可以跑 Docker 变成是一个执行的引擎，不过有很多 bug 啊，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整个历史的演进，然后那也对我就是这样一直发展了10年哦。那我2014年的时候在那个 CoSCup，我有讲那个 Hadoop 的 Deployment Model，我有提到说，其实有这几种状况哦，就大家对想要用 Hadoop 的时候，其实它有不一样的部署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建。然后你可以买人家弄好的 appliance，比如说像现在大概就是剩下 Oracle 或是一些比较大厂的会卖 Hadoop 的 appliance，或是一些硬体厂，他想要卖给客户的时候，他会用 appliance 的方法，就是硬体搭软体一起卖。然后会有 Hadoop hosting，台湾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公司，但国外确实是有，就是说你可以去跟他租实体机的 Hadoop，然后那一块就是给你。那目前来讲，其实国网中心比较像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国网中心现在有一个Hadoop 的重启，那你可以去跟他申请账号，然后你就是直接可以在上面跑那个整个 Hadoop Ecosystem 的 job 哦，那它比较像是类似 Hadoop Hosting，你就是花钱跟他租 computing power 跟 storage 的量就好。然后再来有一种就是说，因为如果是 hosting 的话，有可能跟别人混着用，你会有资料安全的考量。那你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跑在 Cloud 的 VM 里面？哦，那这叫 Hadoop on the Cloud。那还有 Hadoop as a Service，比如说 EMR。那 Hadoop on the Cloud 跟 Hadoop as a Service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File System 可能 Hadoop on the Cloud 有的人是，比如说他就租那个虚拟机器，然后会搭虚拟机器的 Disk。那虚拟机的 Disk 可能是 SSD 的，又特别贵哈。那所以 Hadoop on the Cloud 还有 Hadoop as a service 这种在云端的环境里面来讲的话，对于最近都在炒新创嘛，所以其实对于新创团队来讲的话，这两种做法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
一来它可以很容易 scale，然后它需要的时候再去开就好。那这也是整个需求趋势是这几年往这样的走向去走。那这时候 Network 在去年那个就 Summit 的时候讲，他就觉得说这几年就 On the Cloud 的需求很高，因为你不需要买硬体的，然后它可以随你的需求去 scale，然后是你的需要，你可以跑很短的，或是跑比较长期的。那不管是整个 IT 营运上，或是在做生意上，现在都讲究敏捷嘛，所以你用云的话，也会相对比较敏捷一点。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把 Hadoop 跑在云上面？那另外，当然，其实这几年来讲，我一直听到一些比较大家不喜欢 Hadoop 的部分，就是第一个牵涉到，比如说，这些 ecosystem 一直在长大，然后版本会一直换。那你原本架了一座，可能原本用 Cordova CDH 5.3好了，然后突然需要有一个新的功能，它可能是 Spark 的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要换版本，然后会有背后相容的，它就会跟你讲说，这个 Spark 版本它需要哪一个 Hadoop 以上的才可以。那你就会牵涉到说这些版本上面相容的问题，然后你要么就是整个升级上去，要么就是你架另外一座。那你架另外一座就会有另外一个困扰跑出来，就是变成那这两座的资料还要同步，就会变得很痛。就是说，你要有多个版本，因为大家其实都有可能说，你这个需求他可能想要跑那个 Spark 一点多的，他的 code 原本跑 Spark 一点多的，然后另外那个环境那个新的。另外一个 team 他可能想要用 Spark 2，因为他想要用 Terraform 之类的，然后你那个维运的人就要很痛苦啊，就是那我怎么样面对这么多不一样版本的需求？可是大家又希望那个资料是放在同一个地方，那这就是为什么慢慢的大家会想说，因为 storage 是比较难 scale 的，资料是很难 scale，因为你一个很大的资料，你要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反而就是很痛的事情。那你 computing 反而是现在可以 scale 的东西，就是我 VM 开了就有一个新的 computing 的 component 可以 scale，然后我现在有 Docker 以后，我就是这个 container 我就跑这个版本，另外一个 container 就跑那个版本，只要底下的 storage 我都拿得到我的资料就好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慢慢大家会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所以先讲一下整个情境上面的转换，就是早期的话一定是 Hadoop on the cloud 是把架了一个 Hadoop 的 cluster，整个 ecosystem 都架起来。那上面的 application 可能是你要跑 Spark，你要跑 Hive，你要跑 Impala，然后底下你就要一定要有一个 HDFS 在那里，那可能是跑在 SSD 上，然后就会无敌贵这样子。然后这些资料，你为了让这种异质环境又可以大家都可以拿得到那一份资料，你可能常要去做把 HDFS 的东西搬到另外一个 cloud storage 去。然后后来就会想要变另外一个动作，就是那我可不可以 application 直接去读那个 cloud storage，先把它读进来，然后我要做运算，运算过程中间的一些暂存档，还有一些输出，我就产生到 HDFS 上，然后再把这些输出的结果再搬到 cloud storage 去。那这样子还是很不方便啊，所以目标是希望说我可不可以 application 就直接可以 access cloud storage。那可能为了相容性的考量，或是一些暂存上面的需求，我就把这些 application 的 temp 放在 HDFS 上，我就不用去 keep 很大的 volume 的 HDFS。那我主要的输入输出我都是放到 cloud storage 上。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有那个Hadoop 可以去 support cloud storage 这件事情？那这边我有圈 data lake，就是其实这几年来讲，我们在推Hadoop 的这些 ecosystem，其实最主要的需求都还是来自于大家想要做资料仓储的这些分析，所以他们会放一个 data lake，不过说起来 data lake 就是 data warehouse 的另外一个新的名词而已，那就是反正想办法换一个名词才有东西可以卖。对，好，那对我来讲，其实这几年整个云端还有整个一些新技术的演进，你会大概看到这几个新的名词，比如 Docker 很热嘛，然后慢慢的，你看 Node.js 在炒什么 microservice 啊，
然后那个阿玛总就推了一个烂打，然后就说你写 application 的通过 API 的方法，就把所有的 application 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方法，就把每一个东西都切成 fun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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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你要下新的 API， 也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你 Gradient Test 就很方便啊。啊，这就是 Microservice 最近大家一直在吵。然后 Microservice 出来之后，就开始讲 Serverless， 就是我是 Front End Developer， 我不想要有 Server， 我不会管哈。然后呢，就说我就不要自己不要会去装 Linux， 我不要会，我就只要想办法去租啊，我就没有 Server 了，所以你就 Serverless， 所以就变成不 No Apps。哦，不需要 operation 的哈，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以后我要找什么工作，对吧？不需要 apps 的，那现在的民水准要去哪里？可能看起来现在的民水，现在的命的最终好像看起来只能到做 cloud 的公司去了，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牵涉到大家想要省钱啊，因为你以一个企业或是一个新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真的就是要想办法省啊，哈！因为像我最近在公司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节费啊。对啊，就是我们原本刚开始 start up， 然后就会要用它，就是大家一起开发嘛，然后就开了很多虚拟机器，然后用了很多 blob storage， 然后就用嘛。啊，你就是需要一股收敛的力量，就是要想办法收敛回来。哎，你这个多的、哦，你可不可以跟那个 VM 并在一起？啊，你这个 Blob 可不可以跟那个 Blob 并在一起？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在算钱，然后每一个 VM 其实都只有单一 component， 因为大家 follow microservice 的想法，在用 VM， 然后就会变成 VM 开着很贵，然后每一个又给我 pay SSD、哦、然后每个月账单看了就觉得，哦，这个账单比我的薪水还要高。然后就哦，好恐怖、哦！然后公司撑得起来这样子，一直在烧云的钱嘛，哦，那其实对公司来讲，就是想办法，希望说可不可以不要花那么多钱在云服务上。然后老板就会想说，啊、我们自建机房好了，可是自建机房其实有更多回运上的问题，啊，又不想请 Ops， 就台湾很奇怪的地方，对吧？好，所以简单讲 ，HCF 是要做什么？他就是希望说。原本 computing layer 我还是想要保留住，然后但是我的 file system 我想要统一，就是用比如说 cloud storage， 或者是不管是 private cloud 或 public cloud 都可以。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一张图、哦、那所以它叫 Hadoop compatible 的 file system。然后那个 Apache 的维基，那个 Hadoop 的 wiki 它就会写 Hadoop 的 community 不担保这个 compatibility 是到哪个程度。OK 啊，就是这些担保其实应该由这些 provider 提供，很好，因为等一下我会讲这件事情。好，那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花了一些时间整理了一下现在有哪些 HCFS 的实作。我先把 public cloud 的部分先列在这里。那 Amazon S3 算是最早被提出来要让 Hadoop support， 所以其实你光是看Hadoop 的 source code 里面，大概 0.10 的时候就已经把 S3 放进去了、哦、所以它的成熟度相对来讲算是蛮高。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是S3， 然后后来就变成 S3N， 叫 S3 的 native 的 support， 然后最近在用 S3A， 那这个是第三代，这等一下我会再介绍。然后不一样的版本大概是这样，就是从 0.10 到 2.7 的话还可以用 S3， 但是 我自己在试 S3， 好像 2.7 已经不太 work 了，可能设定有一些关系吧。然后从 0.18 到 2.6 可以用 S3N， 那 2.7 以后就建议用 S3A， 那这个等一下我会特别讲 S3 的部分。那另外有那个 proprietary 的，我们现场有 Amazon 的员工。那个 Amazon 的 EMR 会有一个 EMRFS， 那的我先讲一下那个这边的部分，就是那个 connection 的 schema。其实我们那个 HTTP 大家就知道那是一个 web service 嘛。那如果你要弄档案的话，就是 file 冒号写进去的线嘛。
那一样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存取 S3 的话，你就 S3 冒号写进去这样子，一样的意思。那 AWS EMRFS 我不知道哈，问一下，就是 S3，就写。还是写 S3 吗？嗯，是。好，那Google 的 H 那个 Google 的 Cloud Storage 就是GS 嘛，那 Windows Azure 的 Storage 的话就叫WASP，那这个是从2.7以后的版本就把这个 support 直接纳进去Hadoop 的 source code 里面。那刚刚有提到那个 Azure 的 Data Lake，那个要3.0以后才会有 support，所以我这边大家就把不一样的版本 support 放上去。那如果是绿色，就是已经被 include 到 Hadoop source code 里面。那如果是标黄色，就是是 third party 的，然后有一些会有版本限制。那目前来讲的话，Google Cloud Storage 是 Hadoop 1.多跟2.多都有 support，那它是独立的架构，你就要自己去把它放进去 Hadoop 的 library，那你就可以让 Hadoop 可以 access 到 Google 的 Cloud Storage。那因为我最近那个小孩子刚出来，所以实在很忙，我就没有测这一端了。我等一下大概就是会分享 S3、A9 还有 Surf。那为什么会讲到 Surf 呢？因为其实云端嘛，哈，也有一段时间在玩 Cloud Service，玩 Open Nebula 啦。那个应该就是云在几年前，2010左右吧，那时候到顶峰嘛，就像 Hadoop Big Data 在2014到顶峰嘛，然后接下来就下来。那云大概就是这几年又回来，那剩下活着的应该就是 OpenStack 是最大。那它的那个 file system 主要就是 Swift 跟 Surf。那目前的话，Swift 也是有被纳进去 Hadoop 2.7了，那 source code 没有看。那 Surf 的话是没有，然后官方的文件写说它只 support Hadoop 1.1，也就是2.多是不能 work 的。那我等一下要告诉你为什么不能 work。那另外，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有用 Cassandra，所以 Cassandra 有 Cassandra file system，那你也可以把直接把让 Hadoop 直接写档案进去，变成 Cassandra 的那个，把 Cassandra 当做 file system 来用这样。啊，这是 Cassandra 部分。然后Glass 的 FS 也是 Red Hat 买的，Surf 跟 Glass 都是 Red Hat 买走的。那这个也是 Hadoop 可以接 Glass 的，然后有一个 HPC 在用的叫 Orange FS，我等一下要用到这一张图，不过可能我也没用过，我给大家看一下有这样一个东西。那早期在 Hadoop 0.多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一个始作叫做 KFS，在 Source Code 里面看到。哦，那 KFS 后来就变成另外一个什么 QFS，叫 Quantcast。这个 file system，那这个也有 third party 的 support，然后 Intel 把，我也不晓得这里面的来龙去脉，然后我们以前在高速运算领域，我们会用，因为在做 data grid 嘛，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电那种重启啊，就会用 IBM 的 GPFS，然后有用另外一个叫 Last 的，那时候是升阳的，Samico 后来被买走了嘛。被 Oracle 买走，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Last 会变成现在是 Intel 在维护。那反正就是 Last 也可以 support，让 Hadoop 可以跟 Last 做结合。那你可以跑 Hadoop 再，然后拿 Last 的档案来用。那 MapR 算是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呢？因为它是一个 proprietary 的实作，然后 MapR 算是Hadoop distribution 三巨头里面。也是比较封闭一点的，对吧？它的实作，它虽然是 open source，但它的实作都很 close source，对吧？所以我就把它放最后。它是 native 的 file system，然后又让 data node 走 NFS 直接去读它的 MapR file system，所以这边那个来龙去脉很复杂。那我就把它，反正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整理一下，然后相关的 lin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参考了好几个地方，把它整理在一起，这样。好，那讲到那个架构面的部分，就是讲说，
我们现在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 Map 页的程式，或者是你用 Hive， 你用 Spark， 你可能要跑 HBase 哦，那可能比如说等一下要讲 Impala 啦，那这些东西你希望把它的 storage 从 HDFS 换成 Cloud Storage 可不可以？我等一下 conclusion 要做，还没有测过，不知道会不会有踩到什么雷，不知道。哦，那这边会有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是因为原本旧的是那个 file system 会有一个 attribute 类的叫它有一个 class 叫 file system 的，然后所以你只要想办法让这个 file system 透过设定档就可以 connect 到你的那个底下的实柱的话，其实它就同这样就叫 HCFS 哦，所以你会看得到，刚刚那上面的有很多其实都是靠这样子方法来做的，所以它这边有 HDFS、Window 的 Cloud Storage、有 ARA、有 S3A、有 Google Cloud Storage 都可以这样做。那这一张是那个163哈，163有一个从 Oracle，应该说也是 Cordera 的大陆那边的人有放一个投影片出来，然后我把它整理在一起，因为它的投影片其实讲的比较简单。那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叫 HCFS 的频谱，也就是说其实牵涉到几个部分哈。刚刚有讲 erase encoding，就是想办法让那个储存的效率比较好啊，也就是说你不用 replication 是三的时候，你就占用三个那么大的档案的 size 因为反正那用那个 RS 那个方式，想办法让它有点像 hash 过，然后就可以存比较少这样子啊，那又有容错的特性这样。那因为原本 Hadoop 是用 replication 嘛，所以一开始 HDFS 是在左下方的频谱，那它写的方式是连续布局，也就是说我要写一个比较大的 block，然后写很多个不一样的大 block。那如另外一种叫条状布局，就是它会写像它原本投影片里面会讲说，比如说它上面的部分，它写零到一 meg、一到二 meg、五到六 meg，这种就是你有一个档案很大，然后它就会很小块、很小块，然后就是在不同台上写。那如果你是连续布局的话，它就是在一台上写那个一到128 meg 这样子很大的块写。所以特性上就会变成说，如果你是大档案的话，其实连续布局会比较好。那如果是小档案的话，条状布局会比较好。好，那刚刚提到的那个 Safe FS 的话，其实它比较是条状布局，然后它就是有支援 Rebecca，也有支援 Erasure Coding 这两种做法。哦，那就这两个部分。那我们先，那刚刚提到的那个 QFS 它是 Rebecca，然后这个发现蛮特别，它的频谱居然是分布在 Rebecca 跟连续布局，还有是那个条状布局跟 Erase Encoding，蛮好玩的。所以它这样跳，然后其实都删出来以后，就代表它就完全好像被取代掉。好，那现在大家在用的 Blob Storage 比较落在这个位置，就是它是连续布局，然后又支援 Erasure Coding 这样子，所以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其实它有它的特性跟它使用上的场景嘛。所以在去年12月5号的时候，大家有讲一下，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 HCFS 暂时没有办法取代 HDFS，因为其实大部分我现在接触到的 use case 都是做 data warehouse，因为就是大家想要做资料仓储，把旧的资料仓储移到这种 big data 的 ecosystem 上。那既然是大量为主的话，那种条状布局的那一些，你就要想办法，就是会比较不适合了。当然，你可以想办法调整，比如说，我相信它一定可以调它的 block size。比如说 shape 也可以调 shape 的
process。那你把现在的 process 调到很大的时候，它包含 performance 应该不会输 HDFS。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在玩 file system 的时候，其实都会分我们叫user space 的 file system 跟 kernel space 的 file system。你如果是 kernel space 的 file system，你那个 I/O 的部分其实就是走 kernel 那边的。那 user space 是你要先跟 user space 的 application 沟通，然后 user application 再去呼叫 system call 才去用 file system。那这条路比较长，那 performance 相对就会比较慢。所以其实如果你是用 C 写的，然后又是 kernel space，其实它的 performance 一定会比 Hadoop HDFS 好。所以我一直很关切 Lust，因为 Lust 是 kernel space 的 cluster file system。那当初我也问 Intel 的人说，那你们既然已经有 support，已经变成 HCFS，那你们有办法让那个 Lust 支援 data locality 吗？也就是我的 MapReduce job 怎么问 Lust，他跟我讲说那是在哪一台机器上，然后他们的人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也没得到答案这样。所以一样的事情，就是第一点啊，就是应用场景。然后第二个是 data locality，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用 Lust 当我的 storage，然后我想要让 MapReduce 又可以支援 data locality 的话，其实不是每个 file system 都有这个特性。那你把资料运算跟储存拆开的话，其实 performance 上还是会有它的冲击在。也就是说，你可能，你要算那个讲夸张一点，比如你要算的资料是十个 terabyte 的 data 的时候，那如果没有 data locality，就是在网络上会发生，可能是10个 terabyte 的网络传输，因为你把它切开了嘛，你把运算跟储存切开了，那代表我要算这十个 terabyte 的时候，我就是要把十个 terabyte 从 storage 搬到 computing 这边来。那这样其实是比较没有效率的做，然后代表你需要的网络频宽就会是一个挑战。那再来就 integration test，你说你是 HCFS，你可能 storage layer 是通的，可是我运算成我想要用这个 storage layer 的时候，我运算成不见得是通的。我等一下给你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要让一样的 application 用 SafeFS 当底层 storage 的话，它会遇到 JNI 的问题，因为 Safe 是用 C 写的，然后 Hadoop 是用 Java 写的，然后它就会希望让 Hadoop 去呼叫用 JNI 去呼叫 C 的 function，然后 C 的 function 才可以去跟 Safe 沟通，哦，那就会牵涉到 JNI 的部分。那为什么 Azure 啊 S3 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实作全部是 Java 的实作。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测试没有测，比如说有一些文件写说目前也只有 HDFS 跟 Azure PostLogic 有 support HBase，那其他的也没有特别说它有测过。哦，那如果你的需求你需要用到 HBase，那你这个应用层用到 HBase，基本上你在 HBase 那层就已经挡掉相容性的指标。然后再来还有一些 security 上面的考量，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勒索病毒开始想要勒索 Hadoop 的使用者，哦，那其实实际上最近已经有人发生了啦，只是它的 file system 不是被加密，因为如果你熟 HDFS 的话，你会知道，它不是一般的 file system，所以如果我要对每一个 file 做加密的话，那你要用哪一你要 submit 一个 job 去encrypt 所有的 file 吗？所以台湾发生的勒索案件是直接把你的 HDFS 砍掉，清空，就这样，就是你也救不回来，他也没打算要勒索你，他只是跟你讲说你的 security 没做好，就这样。所以大家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就是请不要把 Hadoop 裸奔在 public 垃圾桶。那这个还只是 security，那如果还搭配到 data governance，就是有一些在讲 data quality 的部分的话，有一些新的 project，这个我在其他的演讲里面有提到，当然其实这边后续都有后续消融性的疑虑，我觉得暂时还没有办法那么快解，就是把它取代掉，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哎，Hadoop 是不是就没有它的地位啊？因为其实
有很多相容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那我就很快的介绍一下 S3 的，还有那个 Agile， 还有 Safe 的部分。那S3 的部分其实用的最多的应该是 EMR， 就是它会有很多 ecosystem 都用 EMR 的方式，它就会帮你开虚拟机器，里面已经装好你要的 component， 但是它的 storage layer 就全部用 S3。简单讲 ，EMR 就是你要一个 Hive， 那我就帮你开好虚拟机器，装好 Hive， 然后帮你把设定成它去读 S3 档输入，这就是 EMR。哦，我说我要 Spark 哪一个版本，那他就帮你，我要几台，那他就帮你布一个 Spark， 然后设定档全部指向 Storage 用 S3， 这就 EMR。那 S3刚刚有讲到三种那个 schema， 那设定上其实就是只有这那个 property 的地方那个字有改一下这样子。那实作的方法不太一样，就是我不是很确定 S3 猫学院里面是不是自己写的啊。那我们直接看 S3 的 native 的那一个，它是用那个 JetS3T 这个library 去实作的，然后 S3A 是用 Amazon 的 SDK。去开发，所以其实这两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底下相应的 library 不同。是 SDK 应该 performance 比较好 ，native 的。好，那个官方 Apache 就是说他要善尽告知的责任，所以他就在文件里面一直写 warning。他说，不然我也对我也没地位了。那他说。他就一直 warning you cannot use S3 as a replacement for HDFS2。你不要用，不要把 S3 很好用，没有错啦。但是你不要把它想成你就是可以完全把 HDFS 取代掉。为什么呢？因为 S3 是 Object Store，Object Store， 大家可能对 Object Store 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 S3 想成它是有点像资料库，你把档案存在资料库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很容易 query， 没有错，但是它就没有 folder 的概念。你们真的在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好像没有 make directory 这个 command？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 folder 的概念，它就是你写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有斜线的档名。Agile 也是的，其实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些 crossover 它都是 object store， 那他们这现在都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 eventual consistency， 就是我现在写一个档，它要隔一段时间，我现在正在写的时候，另外一台可能看不到，它隔一段时间之后，另外一台才看到，这叫 eventual consistency。那意思就是我写了一个档，然后我对它改名称的话。另外一台可能看到的时候，可能是上一个 state， 你要等另外一个时间，他才会看到他的名字又改了这样子。所以他不是 atomic 的 rename 跟 delete， 就是我砍的那个 blob 的那个算是一个档案，我们叫 blob。那你砍的另外一台可能还看得到，然后要等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不见。那这叫还有这些特征，其实不管是 Amazon S3 或是 Azure Cloud Storage， 还有 Google Cloud Storage， 应该都有类似的状况。那所以我们会讲说，其实它很适合当做资料温度比较 cold， 就是冷资料很释放，因为它便宜，然后就是很释放那种历史久远，那、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大量读出来，然后再去做事情，这样子。你就不要认为它支援我们平常在用的 file system 那种 POSIX 的。我 rename 另外一台就看到这些 POSIX 的特征是都很多都被拿掉了。然后另外他就跟你讲说，你 S3 的那个金钥啊是很重要的，可是。你把那个金钥写在设定档里面，是所有每一台都看得到，每一个使用者都看得到，这个是很不安全的。所以那也是说，就最好你自己想办法管控好你的金钥，最好那个金钥就是只能够做什么事情，不然只要有拥有那个金钥的人，其实他用另外一个那个 S3 的工具，他就可以对你的档案砍掉啊，或干嘛。
只要一旦你的金钥被拿走，就比较麻烦一点。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要到 S3A 才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认证这部分的那个机制出来。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EMR 的那个 S3 是 proprietary 的 S3 开这样子。我们中午有聊到这一段，啊，跑掉了。好，那简单 demo 一下，如果你是 Mac user 的话，你要做这件事情很简单，你就是 blue install 就可以，然后就多把，然后跟他讲说，我现在还有 configuration 是要。你要用 S3 的那个 configuration， 然后把 class page 加上那个有 Azure 的那一个路径，这个不在预设的 class page 里面，那你就可以下那个 Hadoop FS。我本来想要准备一个那个 safe 的环境，不过后来实在装起来有点麻烦，就算了。好，那大家看一下，这边是让那个 Hadoop conf dir 这个环境变数指向现在的这个 folder， 然后另外就是 Hadoop class page 加上。让大家看一下原本的 class space， 这是如果你装好以后，它 class space 会长这样。那是没有 tool 这一个 class space， 那所以我就是先收拾这个。因为金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可以让你看我的金钥，只好让你看 sample。里面是写这样。就是主要是刚刚讲的这两串要设定，就是这个 parent property 跟这个 property， 就是如果你有用过 S3 的话，你知道它就是会有两组，一组是 SS key， 一组是 security SS key 这样子。那我现在我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先让大家看一下我 S3 这个账号底下，其实还蛮简单，就是有两个 S3 的。那我就是那就可以列出档案来。好，那你可以 cat 啊，没有东西哦，所以可以用 Hadoop 指令把档案放上去。好，就多了一个档号，然后你可以 cat。你会发现其实 performance 没有很好，因为多了好几层在做事情。那这是 S3N， 那 S3A 因为我测试有点快挂，所以我就不 demo 了。那如果你是 Linux 或 Windows 的 user 的话，或 build 一个 BigTab 的 Docker image， 你也可以把设定档 export 到 Docker 里面，然后用 BigTab 的那个就不去跑。那我这边就不 demo 了。好，然后还有一些没有 document 的 security， 的 secret， 就是如果你想要让 logable 这类的 message 可以比较复杂一点，秀出那个 debug 的资讯的话，你可以用那个 Hadoop root log 这个环境变数直接调，然后你下指令的时候，它就告诉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因为牵涉到那时候
有人请我帮忙测试一下怎么让 safe 让 Hadoop support safe， 然后我们试了几条路， safe 又有好几种 mode， safe 有 safe fs 一条 mode， 然后呢刚好 safe 走 s3 的 mode， 然后有让 safe 走 sweep 的 mode， 还有 safe 变成 iSCSI 那种 remote disk 的叫做 rpd 的 mode。哦，那 RPD 那个 mode 基本上是 100% compatible with Hadoop， 因为它就是把 safe 当做一个硬碟，所以你就是还是要格式化那一颗 remote disk， 然后把 Hadoop 装在上面，所以这个基本上没碰到任何东西，相容性是 100% 是好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这样子的 performance 一定不好，因为 safe 是装在很多台上，每一台硬碟要先partition， 然后要先格式化成一个 file system， 然后比如说你把它格式化成 EST4， 然后你要把这么多台 EST4 run 起来的路径再丢给 safe， 然后把让 safe 把他们这些 storage 视为是一个抽象的 volume， 然后你切一个 volume export 给另外一台当做抽象的硬碟，然后那一台拿到这个抽象的硬碟又要再 partition 一次，然后又要再格式化成 EST4， 所以你基本上这个 file system 就是，然后格式化成 EST4 之后，再给 HDFS 用的话 ，HDFS 就会用 HDFS 一层 ，EST4 一层，然后 iSCSI 类似 RPD 那层一层，然后底下又有 EST4， 然后又才是你 physical disk， 那这个路径一定很长，这样效率就不会好。所以我那时候就不要找 RPD 那一条，虽然它 100% compatible with Hadoop， 可是它的 performance 是铁定不好的。然后我们就是 S3 那一条，那因为 S3 那有 S3 的 API protocol， 然后我就在测 S3.2。那因为没有参数可以改，说我怎么让那个 Hadoop 下 command 的时候可以 access local 的 S3 呢？所以这里讲的是 unofficial 的 S3 service， 比如说中华电信的 S3， 它也 support S3 啊，那也可以用 S3 command 去 access 啊，那 Hadoop 可不可以 access？ 我就用这种方法，就是在那个 JS3T， 因为刚刚有讲它始作方法，你要弄一个 property 给它，然后就跟它改它的 endpoint， 然后你就可以去试它的 API 有没有 compatible with S3。目前实证是不 compatible， 好，所以虽然是秘技，但是这条秘技是不通的，先跟大家讲，就不要玩，除非有人把它改到好这样。就是那个你用哪个版本的 CDFS？ 当初我测这个是用那个 CDH 5.3， 所以是二条的，对，后来发现是 bug， 然后对，所以也许后面也许就 work。这就是我讲的要踩雷这样子，到处踩雷。然后那时候 也有试过，就是去改那个用 S3K， 然后改 endpoint 也没有用。然后后来那个委托我帮忙那个，他们有一个印度工程师，然后那个印度工程师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就把他们的机器的 IP 伪装成叫做 S3.Amazon.com， 然后这样子就通了。好，所以反正爸爸就用解法哈，那样子会通没有错 ，S3A 就会通，所以反正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好，那我讲一下 A9 部分，因为很不幸的，现在 B 公司用 A9， 我本来我一直很排斥，我不想用 A9， 可是后来不得已为了钱的考量，只好用 A9。因为据说 discount 蛮深的这样子。好，那安装的步骤我就不赘述了，因为我要讲我遇到什么问题。这边有一些它的 feature， 比如说它可以在一个设定档里面设多个那个 blob storage account， 那所以你就是只要写一个设定档，然后你可以让 Hadoop 可以写到不一样的 blob 里面去，我觉得这还不错用，就是蛮方便的这样子。然后Azure Blob 还有分 Page 跟 Block， 那这两个就是有一些特性上不一样的地方。
那先让大家看一下你的语，那现在没有是做 OK， 意思就是你如果用 Hadoop 想要用到 append 的功能的话，它是不 support 的。然后 permission 的部分，它会帮你把是哪一个身份产生的，比如说我的账号叫 Jess， 它会把 Jess 这个名字带过去，然后你会看到 HDF 列出来它是 Jess created by， 但是那个 permission 是没有 enforce， 就是还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因为它就是用金钥在控制。好，好，然后没有记那个 last access time 这样子。好，那设定上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只要在 core side 的 SM 里面加一个 property， 那把你的 account， 因为 Azure Blob 它会分 account，Blob account， 然后Blob 的 container， 像这两个，就是它有三层，一层叫 account 底下有container。Container 底下才叫 Blob， OK 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用过 Azure， 我也是觉得这个部分蛮 confused。那它就是每一个 account 会有一个 access key， 那会有两组 key， 然后可以 revoke， 就是你这组 key 被盗了，就再换一组新的 key。那你只要把这个放进去，你就可以对。只要写在设定档里面，你就可以对它做操作。那这边有几个 example， 比如说你可以 make dir， 虽然这个其实是在 blob 上面建一个档案，因为如果你用 Azure blob 的 explorer， 你会看到很奇怪，它就是会有一个目录，如果底下有放档案的话，它会有一个目录，然后底下有档案，然后会有另外一个跟目录一样的档案，那个东西是空的。就是我刚刚讲，它是 object store， 它不是 fuzzy 的。那你可以把档案 put 上去，然后可以去 get 它这样子。那讲一下我实际上做的 use case，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用 Java 就解决，没用 Hadoop。所以我在工作上用到 Hadoop 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做备份，所以我就把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内部在用 Jira 啊、GitLab 啊这些需要备份的东西，就用 Hadoop 的 Dist CP， 很好用哦。你要找一个工具，所以什么工具可以 Async Logo 发进到另外一台，或是你要想要把两座 Hadoop Sync 一些档案的话，你就通用 Dist CP 就可以。那你就 Hadoop Dist CP， 然后加一个 update， 它就会帮你比对哪些是新档案，新的档案它就会帮你放上去。那这个就是我备份还原的 code， 大概就是长这样，还蛮简单的。所以你对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角色，叫做它其实是让你不同的 cloud storage 之间可以同步的 async 工具。好，那另外我们有一个 use case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主要有一些，因为我们做 RTP 的，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 web service，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找 audience 相关的东西，那我们所有的 log 都存在 Azure Blob 里面，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对这些东西做 application， 做一些运算分析，那我们就直接写一个 spring boot， 然后就透过那个 file system action day 那边，就直接把 Azure 的档案捞进来，然后可能用比如说 JSON Page 去 pass 一些规则，然后 pass 完的结果再写成不一样的，再写回 Azure Blob。所以 Hadoop 也不是真的，我们就没有架 Hadoop， 我们就是直接拿 Hadoop 当做一个 library 去存取 file system 这样子。那所以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那以后如果我们要买归到不一样的话，其实这一段 code 还是可以用，你就是改设定就可以。那其实就对大家影响不是那么大，这样子。好，那最后分享一下，那个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因为有人拜托我帮他解这个问题。好，那我就试了一下 save。那它的特性就是 storage layer 被换成 save， 然后上面还是想要跑一样这样子。那这是那时候测试的 infrastructure。然后装的部分就这是有一些东西文件里面没有写啊，
比如说那个 native library 的部分，文件里面是没有写的。然后大致上就是你会需要两个架档，一个好几个那个 link 那个 dynamic native link 像 JNI 的那个 Linux 上面的 SO 档，然后还要有点一的，没有点一的有点 SO 的不行哦。好，那大致上是这样。那给大家看一下。这段code我没有放出啊，因为先给大家比方一下，我会隔一段时间才会 release。这个是那时候在试，因为我要客户的那边需要 5.3 的环境，所以我强迫他装 CDH 5.3 这样子，就用那个RPM 的方法装。那装好以后，先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有几个东西是设定上需要，就是 safe 会需要用到 safefs Java 跟这个 JNI 这两个。那为什么我要这样用？因为不然你 JNI 的部分你要自己看好，会有点痛。就是 safe 是哪一版的？就最新的，因为就你要看，应该就是。现在 YVM 上面是哪一个 version 就是哪一个 version。 我那时候我没有特别限定版本，就是用最新的。对，然后我有一些设定档，就是把刚刚讲的那个 safe 的 config 档抛上去。然后这个 library safe fs 减价档是那个刚刚的lib safe java 那个 page 里面档，那我把它抠过，我就不用自己 build。因为那个已经是 RPM 就已经 build 好，然后把 safe 相关的设定档还有金钥抠到 safe 的部件上去，然后再把 JNI 的点 SO 档抠到 user library Hadoop library native 底下，因为所有 JNI 预设是 Hadoop home 底下 library native 那个 port， 然后再来你会需要 safe 官方给你的那个 Hadoop FS 那个 safe FS Hadoop 这个架板。你要自己看它，为什么？不要去下载官方的那一个，官方那个是 1.1 的，然后它的 class name 有改，所以如果你抓那一个的话，纵使你把它放到对的路径，它还是会找不到。所以你一定要针对你要 build 的那一个版本重新 build 一次加的，就没杠杆了。那我是用 config 档直接去切，就是我想要测试的 mode。比如说 safe 跑 local mode， safe 跑 judo distributing mode， 还有 safe 跑 full distributing mode 这样子。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其实这段应该可以 contribute 出来。那个 SRC 的部分是原本 safe fs Hadoop 就是官方给的 source code。那因为我要 build 那个，我要把它 build 成一个新的档案。我以前习惯用 end， 所以我就用 end。而且那时候我想要做一个 hack 的动作，所以我就要 build 2.5 的版本，然后是 CDH 5.3.10 的版本。然后这边做了一个诡异的动作，我这里用架 update。我直接把这个 class 塞进去那个 CDH 的 Hadoop Core 的这样，因为那时候一直跟我讲说 class 那方块，就是把 compile 结果 page 进去，你这样总找得到吧？所以以后你们也可以这样玩啦，就是如果你想要追某一段 code， 其实这是我以前 debug 常用的技巧，就是拿个 source code， 然后就。compile page 回去原本的那一个 run 起来，就会有我想看到的那个 message。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这是那时候大概就有装，然后后来呢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装 CDH 5.3 是那个 Hadoop 2.5 的版本，然后就跑 local mode 没问题。为什么跑 local mode 没问题？因为 local mode 是走 local runner，
哦，所以那时候我本来在做 benchmark， 我想说，怎么每一台跑起来速度都一样？后来发现，因为我忘记我没有 config， 然后变成它是 local mode， 每一台都可以跑一样啊，很好啊，那为什么官方说不行？然后后来我发现了之后，我就说，好吧，那我把它改成用一样，结果就卡住了。Jump 有闪避出去也可以跑，可是，在样的 history 里面，它就会出现这样子 error message， 它跟你讲说 MR APP master， 就是 map reduce application master no serve fsjni in Java libraries。他说我在我的 MR 里面找不到 JNI 的那些 SO 档。哦，所以 root cause 是我觉得找不到，这个是我那时候跑四台，那我就去监控说，那我跑一个场面一个 job 的时候到底哪里有洞，那就用 watch 然后就一直跑 JPS， 然后看一下它到底带什么东西出来，然后 highlight 一下。这一台是 node manager， 前面这边有 node manager， 然后这是它后面的参数。那 node manager 带到Java library pass， 然后他跟你讲说他是 user library， 也就是 library， 就是他那个让 node manager 知道 serve 是什么，在这边。可是 map reduce application master， 这个参数怎么没有带进来？那这个就牵涉到它是一个容器，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纵使我用 HCFS storage 层通 local mode 通，也不代表样位通。那官方就说 ，Python 我只 support 1.1版，后面的我不 support，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让就不 support， 就是因为他们写新的，他也不会 Java， 他勉强写出那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去找一下，那为什么一点多的会 work 呢？因为其实就一点多比较单纯一点，就是让 job tracker 跟 task tracker 都可以吃到那个 dynamic 的那个 native library 就可以了。那你的那个 job 里面的 task 给 task tracker 的时候，其实它会 fork 一个 child process， 那个参数其实 child process 不知道，所以它就可以得到 JNI， 然后它就可以得到 serve。 可是为什么样不行呢？因为样有这么多段，你现在原本这是 HDFS， 那这边如果换成是 safe 的话，就是每一个角色都要能够 access JNI 才可以读得到 safe。 所以呢前面会通了场面 Java tracker， 因为有带 Java library 那个 pass， 它可以知道 safe 是什么， resource manager 知道 safe 是什么， node manager 知道 safe 是什么。可是当它产生一个容器的时候，那个变数没带进去，然后这一段它就下面有些空在，不能跑 CP， 就这样，所以后面就跑不下去。所以怎么解呢？意思就是，简单讲啊，只要是你的，今天不只是你要用 safe， 或者是任何只要是 HCFS 会用到 JNI 都会撞到这个问题。或者是你的 application， 你有用到 JNI 的，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官方文件这样写，官方文件写说，如果你有一些 native shared library 要用的话，请把它 call 到 HDFS 上。这样好像很对。我告诉你，如果我都不认得 shared， 其实我把它 call 到，因为我都全部用 shared 嘛。我把 SO call 到 shared， 那另外一个我还要用到这个 JNI， 我也不能把它给打。这样子关系，所以这几个我有试过，有些会不太 work。这个可能针对是跑 HDFS， 但是会用到 JNI 的可能会 work， 可以吗？有点已经有点乱了，对不对？好，然后这一段是另外，我后来为什么会解掉，就看到这个，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强迫我叫你那个 map 的 child 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个减低 Java library pass 进去总可以吧？然后 source code 里面有埋一段这个，我就跟你讲说，问你，你这样做呢，会有危险，
所以比较安全的做法是设一个环境变数放在这个里面。如果是过往还是不 work， 最后我当然有试到另外一个会 work 的，不过你可以自己去转。反正就是这些东西还蛮麻烦。好，那讲一下今天的结论，就是反正目前看起来 S3 跟 Windows Azure 算是比较稳定成熟的，因为也已经很久了，所以那个成熟度是比较 OK 的，所以它可能可以跑一些测试都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想要把 HDFS 拿掉，想要用 HCFS， 你要记得并不是每个 component 都可以 compatible。所以我去年演讲的时候，记者居然摘录我最后起了一句叫老丁不死只是凋零哦。这也是实话，应该说有一年我在听丹卡林讲，他就说 eventually 还是会用 Spark 去取代 MapReduce， 他没有说 Spark 会取代，他说 Spark 会取代 MapReduce， 这个很明确。好，那运算层看起来是底定的，就是可能看就是会用 Spark。 那 HDFS 现在又有 HCFS， 那你这样如果两个 component 都被取代掉了，对吧？所以我只好说我那天只是有点悠悠的讲说，好像也越来越大家不讨论的各个，那就是有点像老林一样，也还没挂的，就是越来越少人用这样。那给大家赋予两个新的任务，就是反正我现在其实可以当做 async 的工具，或者是你可以用把它当做一个 library， 那你就可以存取不一样的那个 cross storage 啊。这是我赋予 Hadoop 新的那个角色，这样子还没死哦，我们还在挣扎。那刚刚也在讲方向嘛，很多的方向。我刚刚想说，最近 microservice 这么热，那我们可不可以把 resource manager 或是什么移植到 microservice 上面？搞不好就直接扫描 job 到那个 microservice 去啊，也不用起机器跑完就丢掉啊。那也是可能是一个做法。好，那这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要找我，你可以到那个 Facebook 粉丝团，我比较常会在那里出现。好，那这是今天的投影片的 design 的 credit 留一下，人家给我一个很漂亮的 template，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可以去找来用。好，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蛮硬的哈、哦。好，没有的话，我们超过三分钟，那我们就休息，让另外下一位讲者来介绍一下。那好，不好意思啊，我可能要先离开了。还要回去买晚餐，还要回去帮小孩洗澡。